大家好，亲爱的跟说好，公子。我们今天呢，给大家看了一部分我们《冰雪奇缘》的收藏哦。公子有小小国度，有 Magic Clip， 还有神奇之光城堡。哪有 Magic Clip？ 有啊，它就是啊。对啊，然后它这个还可以发亮啊。哦，看到没有？现在灯还蛮亮的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OK， 但是今天主要的主角呢是这两个彩蛋，其实应该算彩蛋吧。那、一个呢，已经这个皮啊已经被阿宝剥掉了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他偷偷就把它剥掉了。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介绍这两个哦。这个呢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壳子，壳子呢它也是《冰雪奇缘》系列，然后它叫做。Fashems 很奇怪哦 F-A-S-H-E-A-M-S Squishy Fashion Fun， 所以它是 Squishy 哦， Squishy 名就是软软的，是我爸名的，这样子扭来扭去的软软的 OK， 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种不同的造型哦，四岁以上 OK。 好，现在请干干手放在这里来打开来，这个已经被阿宝打开哦。Sven， 这个是 Sven， 好可爱哦。Sven 长这样子，好黏的，而且它暖暖的。但是它的，你看看，有点黏黏的。干干，你去捏，我捏给大家看。好黏的，对啊，软软黏黏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 Sven 哦。那还能把它关上？好，你先把它关起来，然后下一个，下一个就让你开，从这边开，你知道怎么开吗？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嗯，好，去拨开吧。这个就不知道是谁了，你觉得会是谁？你猜是 Elsa？ 你猜是 Elsa 吗？所以他这一组出好像有小小宠物园的也有，然后彩虹小哦被你一打就掉在地上了。Anna， 哦耶 ，Anna 好可爱哦，这个 Anna 还蛮可爱的哎，我还蛮幸运的哦。我在想说，要是一个是 Sven 也蛮可爱的，要是一个抽到那个不知道是谁的，有一个抽到这个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小精灵的那个？ Yeah。那个我不知道，哎，还蛮可爱的，你看，你看 ，squeeze squeeze squeeze squeeze， 然后它这下面还有一个洞，你看，哦，它可以，哦，可以粘住吗？其实不太行哎，我看看，只能变可以，所以很可爱，头大大的，然后眼睛眯眯的，很可爱哎，我觉得，而且它头发好，而且它这样软软的，你看，嘿，妈妈。可以看吗？好。看你，它会黏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它感觉是黏黏软软的，可是它其实是不会黏哦。大家看一下哦， okay。 这是我目前的收集。这三个呢是 Magic Clip， 这是变装小公主的 Anna， 小小国度的 Anna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 Squishy。Squishy 就是软软的意思，软软黏黏的。Squishy 的惊喜蛋里面的 Anna， OK， 那是我发明的。哦，你发明的。你们觉得这三个哪个比较可爱呢？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喜欢这个。你最喜欢这个哦，黏黏的。那各位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请在下面留言好吗？那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。是小小咕嘟的，刚刚喜欢的是 Squishy 的哈。Yeah。 好，那我们再看还有 Sven 我们也是有两个哦。那三个。哦，三个，对对对，这个是骑马，这个是正在吃胡萝卜的 Sven。OK， 那他跟他是一样的啊，他跟这个 Sven 是一样的啊。Yeah。 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比较可爱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。你觉得这个比较可爱、哦？你看他眼睛好可爱。我看看。看。觉得它可爱吗？ Yeah。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爱，因为这个感觉比较真实，这个感觉好像没有这么的真实哎，比较不像 Sven 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 Squishy 的这个 Anna 呢，却非常非常的可爱。
OK， 它有一个披风紫色的。对呀、啊，它还有一个披风。它是怎么讲的？给大家看一下 Anna 的冰宫。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发亮了？它的神奇之光冰宫城堡发亮了。它整天倒。对啊，这个 Anna 没办法站。No. Oops. OK. 天哪、啊，《冰雪奇缘》的惊喜蛋 Squishy 那边又有一个、那个 Elsa 的还没有给大家打开来， yeah. 下次吧。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《冰雪奇缘》的惊喜蛋 Squishy， 软软黏黏非常可爱的 Squishy， 我们抽到 Anna 跟 Stan， 还蛮幸运的哦。他的这个歪歪的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拜拜了，请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好像很 giant 哦。对呀、啊。